海珠区“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将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打造为广州数字加会展加总部融合创新的产业新高地，明确加快打造创新型数字经济总部优势集群。目前，位于琶洲西区的唯品会大厦阿里巴巴复兴南地块已投入使用。啊，整个特别是我们这个核心区的20几个项目全部已经动工，现在已经投入使用的有3家。 大部分项目已经进入了封顶完工状态了，进行内部装修，3个项目在着力施工。海珠区住建局表示，琶洲西区所有重点项目有望在2021年内基本完工，大部分可以投入使用。公共配套方面，将充分利用滨水优势，将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打造为兼具国际品味和岭南特色的新 CBD 形象。 空中艺术连廊将会连通各大总部大楼，打造城市空中花园，并向市民开放。那么就做到一个，车往地下走，往地下放，人往空中走，是整个的那个高端科技区域里面的休闲效果体现出来。还有一个下一步，还有整个的平台跟我们阅江路连在一起来，说我们这边有个清水的一种效果，可以直接到江边享受一线江景。 春节期间，琶洲所有项目已做好全封闭式管理，工人预计年初8、年初9可以返岗。返岗后将立即投入工作，确保施工进度不受影响。